结果为妈祖的身上，你还要转一缸水。哎呦，为我哪有一直灌，一直灌，他说新尊就跟他说，前一天顺风里新尊就跟他说，吞下去，吞下去，吞下去。哎呦，掌声鼓励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差不多二十年前发生的，是，因为那当时刚好我为台中去你台北打拼，打拼的当时呢，咱一个讲起来，咱也无靠山，无什么什么识识的人，咱就孤身一个去到台北打拼的时呢，因为台北的天气多变化，咱无法度适应，我说大感冒，很重的感冒，哇哇哇，一直咳嗽，那时都要出了专辑，出了专辑要打歌嘛，爱宣传。结果呢，这波拢摆好啊，可是呢，我就是一直咳嗽，扫都扫不好，完了，一直扫，扫几个月扫不好。没那笑。啊，明仔就要录音，啊，变哪？结果迄暗去我梦到妈祖。哎呦！啊，我就梦到妈祖，我梦到一间宫庙哈，就叫我入去，讲来你行入来，我就行入去。结果我就看到陈立干、顺风林先生。两个足威严的，安尼足大声甲话讲，吹开开，吹开开，叫吹开开，哎，吹开开，烟流嘞。然后我就吹开开，结果为妈祖的身尊遐怎转一缸水？哎呦，为我哪有一直灌，一直灌，他讲身尊就甲我讲，前日干顺风里身尊就甲我讲，吞落，吞落，吞落，安尼，我就一直吞，一直吞。结果甲隔天吼，一起床了后，我就感觉好了，嘿，阿爽干妈讲，哎，那家伙，那干妈袂少啊呢。结果迄天去录影，我唱十二首歌，再加上彩排，拢总唱二十四首，完全无 NG。哦，神机哎，完全无 NG。然后这件代志已经经过二十年啊，我一直心心念念，一直想讲，我一定要找到迄间妈祖间，哦，妈祖庙。到底是的。嘿，后来我跟你开车吼。就有了一天的时间哦，叫做宫庙之旅。我就开车一直走。你家己一直吹。嘿，一直吹的时候，我开始讲奇怪，我哪会忽然间开位这个海线来？开位这的时候我就到了白沙屯。到了白沙屯的时候我嘛唔知影讲。小段是妈祖给你开导航啊。有时候他会给他那个灵感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对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然后我也没有照着导航走，我就想要安那行都安那行。我迄天的行程，刚刚想讲随缘，结果就来到白沙屯嘛，这样。是。然后我就入边就开始拜拜，我就想，这所在足熟悉的，然后我就开始看伊的表面顶所有的这些事迹，神迹哦，咱来白沙屯嘛的神迹，我就感觉哇，足感动的安尼。我就想讲啊，安尼白沙屯嘛呐，要进香的时阵。我希望我会当对着白沙屯妈来进香，我就开始行哦，所以安尼都安尼行，连续都足侪年啊。接下来这一团八月份要出国表演，代表咱台湾去捷克哦，参加国际文化节的。哇，要去欧洲表演的？对对对对对，在地吗？对对，启那就搞了，启明国小的捷令鼓队，大家拍拍手来，哎，掌声欢迎。
掌声鼓励。通通不要动，通通不要动，一组。我错了，对。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刚才这小朋友在咧讲的时候，咱天后的边啊，嘛是咧比手画刀。福建呢，慈善天后有意要参与看嘛。哇！然后你就中一位。哇！你手讲到拢六倍哦。哎呦！哎呦！我小检查一下。你看，真正六倍。等于出有咧洗衫哟。真正六倍。来来来来来。我试看卖咧，哈！啊，你麦克风你搞听。你们后面要配合哦，配合雅文老师哦，哈！预备，嘿，好。哎呦！掌声鼓励，就比啊，就比啊！非常不简单。来，苗可丽请就位。哇哇！啊，当然啦。欸、你这女生成员比较多嘛、欸？打一下而已，笑得足疼嘞。有啊，我看一百七个，啊那里？足够无拍囡啊！一百，一百，不 ，Go！ 喂，就闹鬼！我大看伊弄，哈，闹啦，闹啦，闪啦！哇哇，你放心啦，你刚刚有嘛，对不对？无，伊靠一招，哦，我都无垫着，你无垫着。垫垫垫垫，你拢卖讲，你拢卖讲，哎。啊！苏姐，苏姐，你垫一招呢？你去骂我？我伊多少钱呢？伊多少钱？那我呢？你问伊有没有低头？有没有低头？有啊。哎，你看得好仔细啊！抬头再低头，好吗？骂完你哈，我抬头，啊，低头。哎，没有牙卡。没牙卡啦。牙卡。低头，低头。啊，这吼都符合你黑啦。符合啦。对对对，什么代志？不是妈祖有甲你灌水。吞了。吹开龟，吞落。甘吃，卡大嘴，好啊，卖乌白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小朋友真的不容易，突然间很有成果比赛的呢。